解散啊，你怎么看？按照原来的进度进行啊。年改副召集人林万益话说坚定，年金改革绝不回头。九三军公教大游行后，这里还在为改革继续努力。另一头，行政院长林权就决定大砍退休公教人员三节慰问金。原则上呢，就是比照这个年终慰问金的标准了啊，就是收入就是在25000块以下部分呢，我们都全数保留。取消字眼不敢说，但公教人员又中枪，成为鹰权政府改革对象。退休人员取消三节慰问金，但月退俸低于25000者则全数保留，初步估算年省8.7亿元。至于军职人员，则不在此限。感觉上，他就针对这一个相关的人哈进行这个秋后算账。退休金所得比较少的这些公教人员来讲，林权还有点手下留情呢。话说的酸溜溜，因为砍慰问金的时间点争议不小，被质疑是否在秋后算账。退休金一般来讲会先在每年的2月发放上半年度以及春节、端午的年节奖金，7月10再发放下半年度和中秋的慰问金。林权选在九三游行后宣布明年2月的事，就被认为是在针对上周游行的公教人员。蔡英文跟林权政府上台之后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完全看不到他提振经济的任何政策，那反而一直不断的在砍人民的不管是待遇福利。先前林权被质疑为游行灭火拍板，今年军公教14亿多的年终慰问金，现在砍福利称可省8.7亿元，游行前后两样态度，看在军公教眼底，恐怕只是累积下回上街的火气。记者黄家伟、张良浩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